鉴定一些网络热门片头视频。你在做什么？哇，好家伙，边骑摩托边跳舞，有点小帅。投稿的兄弟想知道这个是怎么操作的。其实嘛，咱们耐心点把这个视频看完，人家后面还是有讲解的。就是要在移动键停的那一刹那同时点这个你要跳的，没有看到就是上面有提示什么无法使用表情，或者是你自己看到自己动了就不行。有了，是有了吗？有。你的好牛吧，牛吧。你瞧，我自己试了一下，成功率还是挺高的，想打卡的兄弟们不要错过了。咱们再来看下一条。那你我晕，这要问我是不是真的呀，有时候我真怀疑是不是有人投稿的时候特意整蛊我。下一条，让你们兑换老鼠小车车。用过的 CDK 是不能重复兑换的，这个懂的都懂了。不过十八号最近也发现类似这样的视频越来越多了，都是通过视频告诉你皮肤免费领，然后最后让你加群付款，大家切记不要上当受骗。再来看下一条，挑战全网最稀有帽子，我敢说全网只有我一个人有，不信你们看。在座的各位如果谁有发作品艾特我，我给你回关。这个帽子有那么稀有吗？十八号对皮肤的研究确实比较浅，懂的兄弟给大家科普一下吧。下一条投稿的标题叫史上最可爱年龄，来看看有多可爱。这你别笑。不得不说真是有够丑的，赶紧下一条吧。我去，大晚上来这么一段音乐，差点给我送走。注意这个门左侧的位置啊，就这儿，里面玩家的衣服都露出来了。等进屋之后还特地剪辑了一手，也被我逮住了，装神弄鬼的拉下去。下一条，谁能告诉我怎么才能爬上去？这个老六我真的服了。哎呦，我傻了，我你妈傻了，我操！这个也是老素材了，之前有不少人问我是怎么上去的，其实方法还真不少。看这个哥们儿啥都没有，大概率是跳伞上去的，其他的方法就考考大家吧。你知道还能怎么上去吗？